在杨奎先生的生命里底，伊的太太叶桃女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女性。伊不但伫个甲杨奎先生结婚作为生活的时阵，共同来从事社会运动，伊也是杨奎先生生活里底上坚强的一支条啊。叶桃女士。在1969年，伊65岁时来过身去。叶桃女士的身体，会使讲是比杨贵先生较好。我常看到杨先生伊在讲，伊对细汉开始身体就拢无真好，但是比身体较好的叶桃女士，
伊人生内底，伊不但是为着支持迄个家庭，为着社会运动，伊用贵先生较早来过身，咱拢知影，伫咱日据时代，像叶桃女士即款的典范，是咱台湾的新女性的典范。伊毋是干那一个伫生活上真坚强，会当来照顾着伊的家庭，伊也走出这个家庭来承受着对抗日本殖民地统治，啊，战后来参与真侪社会运动，的勇敢的台湾的女性。咱继续这条歌，是要来纪念啊，叶桃女士。在开始的时阵，我有看到啊，杨贵先生的家族有来伫遮，咱是不是会当请有些杨之崩先生啊，几个人会当做甲，互咱看者。杨青啊，杨青哈，杨翠。我看到迄个杨太太是无？啊，啊，迄杨贵先生的新妇哈，伊坐伊去美国，啊，伊坐来去美国哈。咱一开始这个节目以前呢，咱要来请杨翠啊，杨翠来甲咱讲几句话。1970年，我去东海飞行的时阵。迄个时阵，我看到阿翠阿伯咧读小学个，啊，足细汉，伊拢甲因阿公杨贵先生住伫东海花园。杨贵先生甲阿翠两个人就是生活伫迄个所在。我想，伊对杨先生、对因阿公个笑脸，一定比别人搁较深、较深刻。咱要来请伊来这个所在，来讲因阿公生活内底、生活内底上重要个叶桃女士，咱请。杨翠啊，大家好，朱月信打电话给我吼，伊讲叫我来做音乐会，讲杨贵甲叶桃两个人，我想讲这是一个足大的题目吼，我问伊讲爱讲偌久，伊讲五分钟，啊我想讲这。唔知要为对的同我讲起，因为两个人斗阵遮尼久吼，啊有足济的物件同我讲，所以今仔日我想为两个方面来讲因两个人的关系。一个就是社会运动，一个就是因的家庭生活。为遮会使看到因两个的关系，因两个角色的迄落足趣味的所在哦。事实上，我感觉讲，杨贵含叶桃因两个人，这翁仔某的组合哦，是一个足趣味的组合。为个性来讲哦，事实上因两个是足无相像、足无相像的两个人。咱先讲为因的出身啦哦。咱知影讲叶桃伊是保证的查某囝，啊，伊自细汉嘛有查某囝仔咧甲伊伺候。但是杨贵是因爸爸是一个锡匠吼，啊，算讲厝内底自细汉就善食的，所以因的出身事实上是足无相像的。啊，因两个个性，含因两个形象，吼，我足无相像诶。头前啊，迄个主持人有讲过吼，咱知影讲杨贵自细汉诶身体着足歹诶。伊捌讲过，讲伊细汉因为身体足歹，所以有一个绰号叫做阿片仙，吼，敢若讲阿片仙共款安尼，指甲着定破病。啊，拄则迄个杨雪秋先生伊嘛有讲过，讲伊对杨贵这个名诶，迄个感想哦，事实除了讲高贵这个意思以外吼，伊足讨厌的，是因为伊有一个绰号叫做杨贵妃，啊，伊足生气的。所以咱会使伊杨贵妃的这个绰号是16岁的时阵吼，伊中学伊要考中学无考掉，所以就去新华当业实验所去做临时工。啊，迄个所在，因为伊的名叫杨贵嘛，啊，伊佫生做少。俊俏哈，啊，迄日本人就拢改合作绰号叫做杨贵妃，所以就足受气的。啊，这是为这两个绰号，咱会使想看卖啊，讲迄个杨贵迄个时阵十几岁的时阵，伊的形象。啊，咱过来看迄个叶桃，伊就无相像。叶桃伫个15岁的时阵哦，伊就为迄、那个教员养成所毕业，啊去官校做教员。
十五岁时，伊就去教公学校的细汉囡仔吼。啊，迄时阵，迄学生给伊一个，绰号叫做“乌鸡母”。啊，啥讲叫乌鸡母哦？因为伊讲话足大声，啊，中气足足的，所以人叫伊讲，叫伊学做乌鸡母。啊，咱对这两个绰号，咱就知影讲，因两个个性，因两个形象拢足无相像的。啊，这么无相像的两个人，为何伫个1927年的时阵，伫个台湾的农民运动的舞台？来相捌，而且尾仔阁变作是咱讲的革命伴侣吼。我感觉啦吼，这个因缘只有一点，是因为因两个人对，会使讲对无公正、无公义的代志的一种同款的反抗，而且因同款用身体来做反抗，所以因两个会使熟悉来谈这个舞台上。啊，为社会运动的这个方向来讲，因两个性格就足无相像的，因为伫个社会运动诶中间，伊是较内敛，咱讲伊是一个理想家，伊足够画蓝图诶。啊，但是叶德都无相像啊。为足侪迄个文件，含足侪田野调查内底吼，咱拢知影讲叶德这个查某伊足，听我讲，伊伫个做运动诶时阵吼，草根性足强诶。啊，伊定凊彩含迄个日本警察相骂相拍，但是因为都无相像。所以，因两个迄个运动性格拢无相像，但是因两个运动的理想，我想是同款的。这是伫个社会运动的时，咱讲伊是革命伴侣，但是因用无相像的方法去做无相像的怎样讲？去做社会运动。啊，那伫个讲伫个迄个家庭生活内底，头拄啊，迄个主持人有讲过，伊讲叶德会使讲是因贵的一支条啊。我感觉即句话讲了非常的正确。叶德唔，那是讲是杨贵的一支条啊，咱会使讲伊是杨家的一支条啊。吼，因为咱知影讲做社会运动虽然是理想满满，但是你嘛是爱面对柴米油盐嘛，吼。啊，但是杨贵这个人，伊想理想较敖啦，吼，面对现实的问题，感觉较含慢淡薄啊。啊，所以咱所知影就是讲，每到讲因厝因的比红比黄那无。迷惘，若无米的时阵吼，拢是送去想办法的，拢是送出头去牵朋友伸手，毋是讲伸手，就是去买一寡像讲橡皮擦啦、铅笔啦吼、圆珠笔这物件，啊朋友拢会给伊一寡钱，拢是叶德出面的。啊是送去因为种花是送出去卖花，咱知影嘛是叶德，所以我感觉讲叶德这个女性，但咩杨家不只是杨贵哦，是会使讲是真正是一支条啊。所以我感觉讲，因两个迄个家庭生活，翁仔某的迄个角色来讲，我感觉叶德是较咱认知当中的迄个女性的男性的这个部分，啊杨贵是较女性的这个角色扮演。所以因两个人是足趣味的一个组合。啊，那个组合不是讲咱即卖想象中讲因是神仙伴侣哦，敢那讲哦，拢相敬如宾，拢袂冤家。因为我捌听过阿公因贵讲过一句话，伊讲叶德捌讲过，伊讲我天唔惊，地唔惊，我敢那惊因贵一个人尔。啊，这句话我感觉讲，不是讲像古早的迄个太太对翁讲丈夫如天这种的迄个敬畏。咱应该解释讲是对因共同的理想，一个吞忍，一个互相的怎样讲，牵手来扶持的一种的，我感觉讲是一种的自我的迄种要求啦，唔是讲伊真正足惊杨贵，因为伊必须要面对生活的困难，所以我感觉因两个伫个迄个。家庭生活中间，这种的角色，迄个分配足有趣味的。啊，这嘛是今仔日，我知影讲朱月星要唱《梅花阿伯》这条歌，我甲伊讲，今仔日迄个叶德扮演的角色，拄拄好就是《梅花阿伯》这条歌内底所诠释的。等一下。坚强的女性，叶德，因为一个文学家的杨贵。是一个较有理想、较有梦的人，但是伊的太太叶涛提供真济行动上的支持。因要结婚的时阵，就做伙予日本政府掠去关，伫监狱内底做伙啊，
过敢若离月迄款的感觉的一个生活。这条歌的作词者李坤祥，今仔嘛来伫这所在。咱伫要开始唱这条歌以前，咱要请李坤祥来讲几句话。各位来宾，大家午安。拄则我听到杨翠小姐讲，伊对《梅花阿婆》这条歌，伊感觉讲写叶桃写了真正确，予我真安慰。因为当初我咧写这条歌的时阵，阮的好朋友大家拢反对，讲我甲写了伤过轻松啊。所以尤其当初我写这条歌，我知影讲杨贵甲叶桃梅花有另外一段较心酸的过去。但是因为我的故乡也是在台中，所以大肚山顶的红土对我也有很深的感情，尤其我外婆是住在那里，所以我小孩常常走去那里种番薯、烤土豆、头万花。不过吼，那当时不知道叶桃因家吼种那么多花，所以没偷到因家去，所以我用很多我在台中的腔口和七桃风骚遐个话语来形容讲一个农民伊住伫大肚山顶个快乐，因为我感觉讲，虽然种花伫杨贵甲叶桃来讲，因有另外一种意义个理想个实现，但是因个老干对因来讲，一定也是真快乐个。所以这条歌另外我个合作对象是咱卖过花啦吼，卖过花西瓜一蕊花，我那真轰动个萧福德先生。我真欣赏伊个观音吼，唱了真水，所以这条歌吼，由伊唱起来吼，等一下咱甲欣赏起来吼，迄个诠释应当会真圆满。来，多谢各位，咱甲欣赏这首歌。